台湾的问题，免惊中国拍到伊倒。咱感觉听安尼讲，参教的都是安尼讲，参教的都是讲讲，咱中国拍到各上帝拢免惊。教会感觉安尼讲，教会就是讲袂崩溃，教会就是讲吼，我讲吼，我袂惊死。参教的就安尼说，讲的时阵，你看这边安怎？正教的问题的结果是，咱甲上帝缩小。甲上帝关乎缩小到伫教会个内底，啊，教会无靠解释，就是上帝管嘛。所以咱对教会外口个遮政治、军事、经济，咱真惊。咱充满忧心啊，是因为咱认为讲，迄个真正是上帝管嘛，其实是上帝管。其实伊有也是上帝管，上帝发到伫管遮个物件，只是咱选择要互管，还是毋互管安尼啦。第二个。你讲起上帝的心意，既然上帝是创造主，伊有法度掌管遮个物件，伊有法度带百姓倒来到底，啊，耶路撒冷啊，城内面的复活，城内面复活，所以产生第二个问题，就是上帝心意甲智慧啊。第十三章、十四章遐咧讲，什么人会当切到耶和华的心？什么人会当指教伊来引导伊？兼讲伊需要人的指教甲引导。才会当知影正甲邪，才会当分辨好歹。人要去甲上帝讨教的，啊，这个讲啥？这就是咧讲，当时其实真侪人咧埋怨上帝。上帝，你讲你有权利，我袂好，安尼我该相信。啊，问题是你都足有权利，你发现无甲安尼生，你是安怎保守的人？保守我上帝百姓，就去予迄个拜其他的神明的人来统治。啊，上帝，你是安怎？你唔头壳歹？真侪人想讲，上帝头壳歹去。真侪人想讲，上帝吼，安尼对阿伯来安尼时代，啊，吼，即个百姓气怒、气怒、气怒、气怒，到即马吼，但还去丢掉老爹，实在真，吼，头壳歹去啊，已经无智慧，未晓分辨是非，所以真侪人开始讲都无上帝，听上帝你安尼袂使啦，我爱安尼啦，上帝你安尼唔对啦，安尼才对，你安尼无是非啦，我讲的才是对，我讲的才是真。真侪人咧感上帝，真侪人咧感动上帝，遐真侪人讲啊，上帝你实在慢慢，我甲你讲下去。第二讲到底，到底，什么人有法度去感上帝？上帝的心是啥物？你要他会知。上帝不是无关的，上帝不是头壳歹，啊，那不是啥物？那不是啥物？至少七章，你甲咱讲伊个答案，讲以色列人的相思。两岁国也无法分知恁的苦难，就是上帝无关心恁所拄着的烦恼。恁太使安尼成功，恁太使埋怨这代志，恁就是上帝不知哦，上帝透可怜不知。你讲上帝无关心哦，上帝透可怜无关心。啊，若上帝关心，上帝够关心，啊，太多甲变安尼成。三十一十日甲你讲，这个上重要的一个时间，我可也。话可也无话，代志无甲遮清楚。以色列的百姓的亡国，原来是出于因的一个选择。因选择无话可说，啊，若无话可说，就话可啥？话可家己，话可家己，话可家己的心意，话可家己的正义、军事甲政治。对，在一开始，因有一个真强国家。所罗门的时大概是因历史上上重要的时，迄个时阵，以色列因的国家强，军队嘛真强，因阁对埃及进口军火啊，上济个会晓卖啦，所以这军火买卖吼，这有用有啊，这毋是今仔日在咧军火买卖啦，有用内底吼，这所罗门吼，伊赚较济钱内底有一部分就是军火买卖，伊对埃及进口马车、进口战马，然后卖予其他国家，我古早就咧买卖。啊，所以古早就是因军事真强，经济嘛真强，咱拢想讲所罗门做野歹钱也真多呀。啊，咱拢想讲吼，安尼说吼，啊，所罗门啊，只下摆佫真聪明，伊吼用娶某来治理国家，即无人有法度吼，即干所罗门想袂出来，即吼天才也见。伊就想讲吼，即安尼伊安尼进攻占领真济国家吼，若要拢总用军队来逼啊吼，哎。所以用娶某较紧，甲各国的公主拢娶来因家做某，所以因家变做两个。啊，无想着讲这公主，大家人拢炸因的性命过来，
所以伊后叫转变做做教练吼，伊也开始腐败。所以所罗门的时代，伊就是国家之强，所以一直讲安尼我会当靠国家，伊无去想伊的地位上的心思，伊的军事上的心思，伊的政治考验上的目的啦，伊就是无目的。一个人当然开始伊会晓感谢。会晓知影，我的知影最上面，总是知了呐。我过富以后，伊会想讲，介是我较好来办。人相信是哪样事，当然开始知影讲这出在上面。后来会感觉讲，我介是无知啦，我介是无知。然后伊就选择去外靠家己，外靠家己的结果就是无果。外靠家己的结果就是29章28节这个所在内讲。你讲起来，少年人嘛会生，嘛会啊；青年人嘛会，无悔啊。人拢是安尼生，你要活到你家己的时阵，是无悔啊，是亚生。当时的人民，伊就是选择活到家己。所以最后的一个结论，胜利的一个结论，就是伫31章，讲总是迄个活到亚无活的人，伊的悔啊不断，伊要亲像。因体是规划，走无影，行也无息。会用我搁邀我的人，伊知影讲吼，人的聪明地位最上面的。啊，所以吼，即种会用我搁邀我的人，伊知影伊的未来未来，伊知影伊要安怎做。通常咱有两个，啊，咱走两边啊。通常咱有两个极端，有的人是想过头，我搁家。唔知影讲我的聪明退来实在是对上帝啦，啊，有些人吼、哦、是先挖过上帝，先讲我着挖过上帝，着我较等代志吼，我着用祈祷啊，阿弥陀上帝去做，啊，我着坐到厝里等着好，明仔载又讲着加送物件来，这是第二种的结果。其实挖过上帝啦，是知影我的退来上帝所想事，所以我挖过上帝。啊，既然我的退来是上帝所想事的时阵，上帝伊要安怎想事？伊要应我。伊个意外归来，所以古早人讲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其实即句话真有意思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咱尽咱的亏来去做，不过爱知影这亏上帝。所以吼，咱爱听上帝的。英语有一句话咧讲讲 ，We do the best, God do the rest。咱尽来去做，出来吼，交托互相。咱尽来去做，啊，爱知影讲咱的亏来是对上帝，啊，咱认真去做，咱挖苦上帝，啊，出来吼，交托互相，啊，所以这才是真真正正会晓去挖苦上帝，挖苦上帝人是讲祈祷了啊，啊，都归拢交上帝，就是安尼说。但是知影咱的亏来对伊来，所以咱也会晓尽力来做，挖苦上帝亏来甲稳定尽力来做，然后咱信靠伊。听伊个解命，啊，安尼生就生你个人福，咱会得到福报。台湾是安尼生，美国是安尼生，咱个教会也是安尼生。所以咱个教会个机会，咱教会到底在无将来啊？移民减少，毋是无。但20年代、30年代，咧华教会个即阵个兄弟姊妹已经开始咧退休。这嘛也是问题，是国债来的30年，咱有挖苦上帝，咱是咪挖苦咱家己，还是咱无挖苦上帝？咱若有挖苦上帝时阵，才会落不起。